整只肥美波士顿龙虾煮成火锅，光是用看的就好过瘾。海鲜锅嘛，要吃很老啊才新鲜。除了现捞以外呢，我们设计了一个鱼缸，让它维持在它原本的生长环境，那让水的温度维持在3°C，那它的肉质才会饱满。今天只能喂它吃两只，太多不行。专属鱼缸不止养龙虾，还有高档的北海道雪场蟹。餐厅改建成水族馆，现点现捞，就是让客人每一口都吃到新鲜。龙虾搭配蛤蜊，大气摆盘，送上桌时还有活跳跳的感觉。除了让客人看到新鲜度外，也满足许多客人拍照欲。下锅清算，吃得到原味鲜甜，用筷子一拨，一口就是一整块。一拨就开了。基本上这个龙虾如果够肥的话，它的壳多大，里面肉就多大。像我们的草虾啊，是纯海水养殖的，那这样的草虾它的肉质也是比较饱满，比较 Q 弹。除了龙虾肉紧实弹牙，新鲜度破表，安格斯牛肉搭配麻辣锅底，还有鲜虾跟手工丸，高档的海陆飨宴满满一整桌。天冷吃锅拼高档，店家用很老化的龙虾锅当噱头，顶级食材熬制出美好的味蕾享受。这里是黄佩如高雄报道。